惊讶的是今天的天气是在开玩笑吗？是不是？我本来还在紧张，说是一个很可怕的大风大雨的天，而且还有非常多粉丝说还不都是你害的，因为你叫 Rainy。 我就想说你们是把我当神明吗？我呼风唤雨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可以哦，但事实上我跟海芬的组合就是出大太阳，所以大家也辛苦了，然后也很开心回味了将近2年的专辑，今天要跟大家开始一起做这个宣传的开跑。是，但是我觉得 Rainy 呼风唤雨这件事情真的也可以带给大家，在听到年轮说这张专辑的时候，眼泪也会就像这个雨滴不断的滑落哦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歌词真的写中大家的心。真的太热了啦，太热了，我其实现在觉得我的肩胛骨快要烧伤了，该湿的地方也都湿光光了。我还没，你比较夸张，谢谢啊。然后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因为年轮说这张专辑是以时间为主轴，要记录杨丞琳出道17年呢每一个心情故事的点滴。这张专辑也是杨丞琳就是主导整张专辑最完整的一次，对吗？对，这是我第一次主导整张专辑，从前置的选歌啊，或者是视觉啊，在文字上面全部包含我自己。天也不停地在看 MV， 要去修正哪一些画面，这些我只能说过去公司的同事们真的辛苦了。对，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当自己决定要做以后，其实是当然不免会有一点点小后悔，因为会觉得哇，我要担的责任有点多，然后要去检查的东西也有点多，可是真的看到这些东西一一的呈现给大家的时候，还是会觉得很感动。